世界杯小棒锦标赛在台南开幕以后，每一场比赛都相当有看头。其中中华队已经拼到复赛资格，进入前六强。主办单位为了守护比赛期间受选手的健康，特别邀请安南病院进驻，由院长林信特来担任大会医疗长。虽然现场只是简单的减伤分类，不过包括骨科、小儿科、复健和急诊医学等专业都会轮流值班，用国际级的水准做最好的医疗准备。南院的来组织这相关的救护，还有一些防疫，因为我们知道说运动选手在球场上当然会有时候会滑雷啦，打击的时候会受伤。那相对的，我们有所谓的运动防护员在里面。那万一比较严重需要后送的时候，我们要做减伤分类。那这一块我们会请我们的医师跟护理人员在我们的医护站做相关的减伤分类或简单的处理。那如果需要相关的检查或检验的话，因为我们安南院就在车程三分钟的地方，我们很快的会有一个绿色通道。在这边做要后送的时候，已经通知我们院方相关的，不要做超音波了，又电脑断层，我们会马上通知里面准备好，让这些选手呢会受到礼遇。其实第三届同款在台南所举办的世界杯消防比赛，林信特当时是担任卫生局长，所以已经有经验。不过这届面对的是疫情的威胁，更需要加倍精进来完成任务。今年有 COVID-19 的疫情，跟四五年前不太一样。四五年前的 MERS-CoV 是只有在韩国流行，所以韩国队是重点。那现在新冠肺炎的关系是全世界都在流行，对吧？我们安南也协助我们去他们住宿的防疫旅社呢去做采检，每一队进来不管是11点、晚上11点、12点，我们半夜都去采检。那相关的报道因为是在安南院自己做，所以很快就有结果出来。那今年的规定也是要出来比赛，每个球队早上都要先做完抗原快筛，那这个资料都要汇报到我们医务长跟大会这边。所以你能不能出赛是要依照相关的规定啊，要最新的检查才能够出来练习或出来比赛。对这群小小运动选手来讲，不管未来这届发展如何，最重要是要受伤有健康的身体，会当努力打拼。但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